倒不大，十多斤。这景色万峰湖钓棚啊，有点馋鱼了，刚上了一尾大草鱼，是红烧啊是清蒸啊，你们说的算。尤其话湖野钓的给米粒留个关注啊，感谢了。让大老爷给个热门，在直播中上的鱼啊，也祈福直播间的兄弟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我给他放生了，好，放了吧。